怎么算没声音？这些真的是好一点了，就是除了有点头痛，其他都还好。这声音堵住了，哦，原来是好吧？我说怎么没声音啊？原来是我平板连我的耳机。嗯，对，一会儿就关了，就可能开30分钟。对，谢谢的奶茶。我现在眼睛有点打不开，但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觉得我今天还睡了挺久的，但是我现在好困呀，真的太困了。闭着眼睛播。你们知道吧？哎，你们肯定不知道，我现在是因为有磨皮，真的。我来看看我现在卡粉卡成什么样子。真的，没感冒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感觉整个人头很痛，很重。哇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很夸张，真的，你看，你们看不见，就很夸张，真的。这里啊，这里，这里，然后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还有这里，就是脸颊这都已经就是就干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粉底液真的绝了，这个肯定看不出，因为我磨皮了。真的，我现在用手搓一下，我感觉它就会掉下来。真的，这个粉底不疼了，就是不疼了，但是口红很红吗？还好啊，但是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。你们不知道今天我化妆的时候，化妆之前我涂了多少保湿的东西。真的，我从大的剧场我就开始，从大的剧场我就开始涂那种面霜的啊。谢谢的奶茶，还可以。对，就是我现在化妆我也没觉得不舒服什么的啊。如果我觉得不舒服的话，那明天就化不了。对，我等会一关我就去卸妆。对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口渴，真的。嗯，我今天基本上一回后台我就喝水，一回后台我就喝水。嗯，感觉那种就是渴到就是喉咙里就是都没有口水的那种渴，你们知道吗？那种渴好夸张，就是有没有口水，反正就是很难受，感觉就是嘴巴都是干的。嗯，对，然后头也很痛，真的感觉头很重。对，小火炉。嗯，不知道怎么了，没有吧。先把双眼皮贴撕掉，太明显，整个人都干了，感冒的现场。不会吧，谢谢的奶茶。喝点感冒药。谢谢，谢谢色口的皇冠，谢谢。吹冷风了，我昨天开窗睡的。啊、嗯，对，没有吧？可是我不想喝药。不疼了，对。没有量体温，我觉得怎么变成土嗨哥了？
脸红，不是吧？这是腮红了。对，我要卸掉你们才看见我的脸红。对，真的。哪里红啊？这里吗？嗯，不行，我现在皮肤真的很差。嗯，也不是差，就是我也不觉得自己，主要是这一块，这里一块，这里一块，还有这一块，就是都是红的，然后这里也是红的。对，不会吧？对，就是干的掉皮的那种红。对啊，我感觉我就是从小到大都没有过这样子，真的觉得啊，我又不能敷面膜，现在我都不敢敷面膜了。真的，可是我就是好像也没有对什么过敏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嗯。芦荟胶，我昨天试了，就是很痛的时候就用芦荟胶，就是抹了脸，然后凉快了一点。但是我睡觉得把它洗掉，不然会闷痘嘛，然后把它洗掉了，还是很痛。然后昨天拿冰块在那敷脸，真的。过敏，吃完过敏药吃完什么感觉？没有什么感觉。对。嗯，不行，我就是从昨天敷面膜开始就不舒服了。对，就很痛。嗯，冰块敷脸能搞感冒？不会吧？但昨天确实睡觉的时候脸都是冰的，但是还是很痛，你知道吗？还是因为有那个冰块，脸才舒服一点。不是面膜有问题，真的，我以前一直用这个面膜的，嗯，感觉不是面膜的问题，我觉得可能是那个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去痘痘的那个药。为什么不要用冰块？前两天没化妆，对，我觉得可能是那个药哦，我不在身边，叫什么氟西克还是什么东西，就是土豆豆的药，对，它太刺激了，真的，因为那个药是这样子，那个药我一般就土豆豆，然后我晚上涂，然后它吸收掉就还好，白天的话就是可能我戴口罩，然后它就不小心戳到我嘴唇这了，然后我还没发现，然后等我发现的时候，这边已经被辣到了，就那种，对，就这边的痛跟。这边的痛有点像，对，你说是不是因为我把那个药蹭到口罩上，然后又戴着口罩，然后这边就被烫伤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我感觉就是它那种红不是那种就是是干的红，但是也很像那种烫到的红。对，嗯，可能被那个药就是烧到的，我晕。嗯，不是那个，就是对，有点灼烧感的那种。对，我已经没用了，昨天晚上我已经没用了。嗯，还敢用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那个药的原因。然后我昨天前天敷面膜也有点痛痛的，对，嗯，然后昨天就是非常痛，然后就弄完之后就整个这边就是很红，对，很痛。是不是因为那个药不能涂到就是没有痘痘的地方？对，这是什么凝胶？嗯。我现在就啥也不涂了，我现在就只涂保湿的面霜。对，没有蹭到眼睛，就是脸颊跟那个跟这边。对，嗯，没事，我现在就是痘痘差不多，就是反正能遮住就行。对，我现在卸完，等我卸完妆看看。对，我感觉我今天化妆就之前这也是红的，这些歌怎么回事？好像我爸听的。嗯，不能省腮红。就是还得费遮瑕呢，你要先把红的地方遮住，然后画完底妆之后再打腮红。对，嗯，先熬过这个周末。对，
我有搜一点东西，就是他也说，就是有些人就是那种，这个比较过敏，这个叫什么皮肤屏障受损，对，就是说，是什么来着？接线的奶茶，就是说，可能是那种，不是百度的，搜的小红书，就是说最近要精简护肤，对，就是你的皮肤就是它什么平衡破坏了什么的，就是我现在变成一个敏感肌了，本来我是个干皮，然后现在变成敏感的，奶黄包也不知道，昨天我问奶黄包，他就问我是不是要让我买过敏药，问我舅也是说让我吃过敏药，然后他们俩说是同一种药，对，是现在变成一个脆皮的，对，还不能用洗面奶，我怎么可能不用洗面奶呢？我今天化妆了，我得用洗面奶，对，是啊，第一反应都是过敏，那好像没有，昨天梁婉莹看到我的时候也问我你吃啥了，我说我没吃啥，我说我吃虾，但是我对虾不过敏，对，没有，现在就是真真实实的脆皮了，真的。起皮有，就是干到起皮的那种，赶高铁回去了，哼，说多了巧克力真的变成可怜了，对啊，就是我就是平时不过敏，我刚刚点了个吃的，点了一个土豆粉，对，什么体质？应该不会吃播吧？我等会去卸妆了，卸妆然后等他来，对，晚上真的不知道能吃什么。就是不能吃油的话，那就只能就吃粥或者吃这种汤粉面这样子。谢谢的奶茶。土豆粉有什么正不正宗的？太惨了，可能最近没对，体质变差。我真绝了，今天真的，今天我整个人昏，菜还是那箱子我都搬不动，我晕了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就是我明明真的我在很努力的搬它的，就是我抬不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吃了的，我今天过年之前吃的东西啊，对啊，然后我以为我搬到了地方，结果我坐下来的时候我懵了。对，我后面整个全身的，我身整个身体都在试图把那个箱子往那挪，挪不动，真的算了，就这样吧，我都不知道我是哪，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下就是没搬动，后面搬得动，对，就那一下，我晕了，我不行，考不来试试，我还就是位置还坐不对，我晕了，是绝了，这个搬箱子我真恐了，真的，我好几次差一点就翻车，这一次真翻车，对，很努力，是的。主要是杨月来了，我就看，对，我看我整个人就非常着急似的，哎，晕了。还有，我今天跳错好多，我晕了。今天结伴也错了开头，真是。对，我还跑错地方了。还有那个什么，聚变链我也错了，我晕了，这错太多了。是聚变链突然王思欣看我也把我给逗笑了似的，我忘动作了，然后正好看我，然后我就笑了，我晕了。怎么会这样子？真的，今天错了好多呀！这有什么心疼？
确实好久没跳了，能不熟也真的。就是那种就是做完之后觉得很后悔的东西，都是很简单的东西。明天还可以多睡一会儿，因为明天下午才发着。真的假的？但我觉得明天早上还是会醒的，就是醒来给你们发个太阳，然后又继续睡。还好，我现在就是都不太担心。我现在明天我不担心，我担心后天。对，我担心后天就是奶盖的蛀眼，还有那个叫什么，后天晚上的打血。对。明天的还好，明天打血那个跳的比较简单。脚麻了。好。没事，我觉得我明天就会好一点。对。天，给一天的缓冲时间，后天就会好。对。好，早点休息。我再放三首歌也关了啊。真的很冷，真的不知道什么，我觉得好冷，就昨晚睡觉时。有可能是在窗边就很冷。我换了，现在已经很厚了，就是那个被套都是就是毛茸茸的，这已经是我最厚的了。我要再厚就得再盖一个毛毯。我就开始炸毛了，所以我这么近看不见我头发。对，有可能是昨天穿了一个短袖的睡衣，对，然后就弄手一伸出去，脚一伸出去就很冷，就冻醒了。这样，再盖一个毛毯就很多，好夸张，晚上有20度嘛，就盖这么多了。那要再冷下来，我还怎么办？还要电热毯。还早还早，没有到用电热毯的时候。不会的，怎么可能。我昨晚真的很吓人，昨晚上就是也有可能是身体虚弱。谢谢李一的99个荧光棒。
昨晚真的很想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自己的脸变成这样子，真的。我昨晚已经想了很多了，我在想，我要是今天就痛到化不了妆怎么办啊？那我空眼可怎么办？我要不要戴口罩上公演了？我想着如果戴口罩，我就是肯定化不了妆，我就化个眼妆。我想很多，我还想，如果戴口罩跳公演的话，我跳跳的口罩掉怎么办？好可怕！对啊，要是跳跳的口罩不掉，我跳跳把自己闷到怎么办？对，我跳跳的喘不过气来怎么办？对，想了很多似的。对，因为三角都非常的就是激烈，你知道吗？那些舞蹈，对，是。搞人很纠结，对，我舅舅是这样子。我问他，我说，哦，对，我问他，我说我这脸怎么办？我说我明天还要化妆呢，对。然后我舅说，你明天请假吧，别去了。我说明天要公演，对，你请假吧，别去了。我无语了，真的是，对。还好，就是睡了一觉起来就好，啊。主要是昨天觉得很担心，对，偏偏碰上这种三天都要连着化妆的时候，对，嗯，不是请假能治一切，是我就觉得休息就能治疗一切，不是，应该不是，我觉得不是吃了啥过敏，就是那个被那个痘痘的那个药刺激到，戴口罩剧烈运动确实，平常就是。就是排练室的时候戴口罩跳舞都很喘不过气来，嗯，但是那个药对痘痘确实有用，嗯，消了蛮多的了，没有说明书，那个药是苏雨给我的，对，是我自己不小心蹭到别的地方。所以大家就是这种换季的时候要注意身体，不要像我一样，我晕了，嗯。没感冒？怎么都问我感没感冒？对，给大家当反面教材。会的，我好起来了就是好朋友，我真的很难得生病，嗯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播的时候就很想吸鼻涕，嗯，对，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，天气冷就多穿，嗯，会的，怎么传染？隔着屏幕传染，隔着网线传染的。对，就是头疼，没力气，今天是真的。呸呸呸！不能这么说，还是有点痛。嗯。嗯，传染一个直播间，大家一起感冒是吧？就是什么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对，嗯，对，明天就好了，没事，福。嗯，想要什么福？哼，你头疼了？为什么？看直播看的吗？嗯，什么东西？刚喝完酒，那你头疼活该。喝那么多酒干嘛？喝少点。给你们写一个符好了，好了，给你们写个符，来，先写一个符，看嘛。
好写、啊，看到没有？送给大家，对，收到了吧？啊，红包上有福啊！哦，这样子。谢谢的奶茶，是嘞，红包给我，好那个你，嗯，我的脚好麻，确实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拉他们两个和声给我，对，然后到时候就把他们俩安排坐一起。好了，再放一首歌我就关了。放这个。我的脚好痛，怎么这么麻？哦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好麻，感觉像戳到麻筋了。没事，我等会就关了。啊！伸不直了，现在就不动就还行，动一下就好吗？好吗？我说脚，好多家很多东西，我根本伸不过去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等会儿再站起来，没事，搓搓腿先。嗯，对，我等会就去卸妆了。我今天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为了不带妆久一点，我化妆都变得很晚。对，好了，好一点，好了，没那么麻。这个戴帽我也好看。我今天觉得我如果把头发扎起来，我可能跳跳的我要睡着了。没有变色呀，就这里还变黑了呢，要是补头补色了、嗯、这样看真的假的。没有，确实是有点浅，那洗头发会掉色，你知道吗？这两天我都在说，我说我要去、哪里留绿色，我说我要去染个头，对，染什么颜色？我就染个金色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就是听到的人都嗯，为什么要染金色？就是棕色跟黑色不好吗？对，嗯，都无语了，嗯。然后爸也这么说，他说啊，你怎么想不开？我说哪有想不开。因为我没有染过那个颜色，对，嗯，然后就是 staff 姐听到也是，嗯，你怎么想不开？对，
你知道吧，没有染过那种颜色就没有办法说，比如说就是我问陈后宇，我说你觉得我染个金色怎么样，他说你染呗，对，他说我说你一直都是黑头发没有染过这种颜色的吗，他说没有，他说他大学的时候已经把就是我知道的颜色染了个遍，对，哇好厉害，你知道吗，那种就是说起来一种很拽的感觉，知道吗，对，很拽的感觉，对，哎对，就是昨天电台的时候，对啊，你知道吗，就那种很拽，你知道吗，听上去好像那种自己经历过很多事情一样，对，然后我就是没有，对，我就是没有，对，我就没办法就是拿这种事情跟别人一说，是吧，对啊，别人说是就好，哎我跟你说你看过颜色我都染过，哎我就是我还没有染过，对，是啊，就是感觉自己像个小屁孩，你知道吗，但其实我比他还大，是的，我比他还大一岁，对，真是无语了，对，感觉像我一个大学白过了，是吧，气死人了，对，该在大学做的事情都没有做过，对对，居然都是一遍，是吧，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大学毕业，我有时问他，我说你怎么大学毕业了，他说他上学早，我说那也太早了，对，其实我基本上没有，对，我待了一个学期，然后第二个学期就进团，对，怕呀，就是怕，所以后面就是大学没有去染头发，没有染这么鲜艳的颜色，没有染这么鲜艳的颜色，就是因为老师要回学校，我怕老师记住我，对，现在不用怎么回学校。啊？我上学早吗？我上学是正常的年纪，本来我应该更早的，但是因为一个原因，我多读了一个学前班，对，不是多读了，就是我们那里可以不读学前班的，就是你幼儿园上完，你直接就上一年级可以的，啊，对。然后我是读了学前班的，对，就是你们知道从幼儿园到小学中间有个学前班，对，我本来是可以不上那个的，为啥读的呢，是因为就是有一年冬天下雪，对，然后最后下雪我还要去上学，对，然后就是他们觉得很可怜，对，我的家长觉得很可怜，就让我多读了一个学前班，是的，因为学前班不是那种一年级的那种教学方法，知道吗，学前班就有点像幼儿园的那种感觉，就觉得就是下雪天小孩子要去上小学的很可怜，对，是很无语吗，一年啊怎么可能半年，上学都是一年的，两个学期嘛，就这样，就是这我后来听说我也觉得很无语，我还希望早一点上学，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好了，那我放完这个我就关了，对，没有啊，四七岁上的小学吧，那我就知道没到入学年龄，没到吗，有这么严格的吗，是正常的，就是我本来可以再早一点，对，就说本来可以再早嘛，对呀、本来再早一点我先毕业了对吧，好，我还给他唱完了，还没唱完。对，想毕业啊，想大学毕业。好了，他唱完了，快说拜拜啊！读了两年的学前班，天哪，那你读书太早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早点休息，拜拜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拜。谢谢李归成的皇冠，谢谢，我就卸妆了，拜拜，谢谢迪比瓦迪的皇冠，谢谢，你们在一起吃饭是不是，好，就这样，拜拜，就卸妆了，拜拜。